想做平身，受心向上，开坐脚，想做埋步，左臂内旋，右后颈前向下抡皮，然后右臂向下抡皮，撑弓步，我就绷直了啊，好。 第三个动作，一伸手，是吧？是吧？有一次我学习虚的，虚的，我一伸手，他的毛手，他一毛手，这就是打了，转着打啊！来做一遍，我一伸手，一毛，两手毛也行，一手毛也行啊！你别拍吧，一伸手，他的毛，一毛的，这就打，就打他二节胎子，嘴巴子探穴。 打的时候呢，可以身体重心下降，转着，转着啊。